花坛乡农会长伫万年花坛梦想馆广场举办105年度茉莉飘香产业推广活动，现场有万年花的展示，甲各种万年花餐，让大家做伙体验花坛农业之美，甲农特产特有的好滋味。活动还未开始，现场就人山人海，为着就是要来品尝这香滚滚的万年花茶。当年的5月到9月，当时花坛乡万年花飘香的季节，花坛乡农会有特别发展万年花产业。今年6月25、26伫梦想馆举办茉莉飘香产业推广活动。经过前年的打拼，万年花产业已经渐渐伫国内拍开知名度，并且带动观光人潮，增加农民的收益。伫阮花坛已经有50-60年的这个年代吼，就阮农会以前就做徛伫咧这个推广吼，啊辅导的这个立场，伫咧推广咱这个茉莉花产业。伫咧102年的时阵吼，咱农会开始进入这个茉莉花产业吼的实际参与种植的这一块啊。那我们现在推广的是茉莉花，安全无毒的茉莉花。我们希望借由这样比较大型的一些活动。然后把它推广，然后让更多的好朋友来知道，我们茉莉花的其他可以应用的一个面哦，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做饼干啦、花茶啦、酵素啦、花酒啦、面膜啦等等，哦，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为茉莉花产业做一个加持的部分，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所以我们会办理茉莉花季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地议员郭恩水花，除了是民意代表，也是花农。伊表示，花坛万年花这几年来，伫农会协助之下，往无毒产业来努力，伊嘛呼吁少年人会当回来投入这项产业。咱茉莉花节吼，一年一度咱农会办茉莉花节。但是今仔日的转型吼，就是从惊伊讲推动袂出去啊，为着来咱农会要来转型这条吼，是足辛苦的，要来这改造这舞蹈的，搁离花咱的老人吼，拢会来老化，无当做，希望着咱一挂少年的转来经营做产，欢迎大家转来做产。魏馆长表示，花坛乡的万年花产量是全国第一，嘛是全台唯一无产地，却是有咧制地的乡镇。所以有万年花王国的好名声，为着要带动万年花产业，创造花坛经济效益，政府团队会甲农民团体徛做伙，合作营销中华农业，共同创造在地产业的商机甲财富。我们花坛乡农会推广我们茉莉产业的活动哈，那我们知道花坛乡是茉莉花的王国，那我们在全国这个茉莉花的产量是全国第一除了茉莉花以外我们花坛没有产茶，但是我们有茉莉花茶，这是全国远近驰名的。除了茉莉花茶以外我们也有一些周边的产品，像茉莉花的香皂洗发精或者是洗面乳那我们花坛乡公所来推广我们花坛乡所有的农特产品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带动我们产业的发展增加我们农民的收益，改善我们农民的生活，对我们花坛乡农会这样的一个那么认真来推广我们农特产品，我们彰化县政府很高兴一直都能够跟我们花坛乡农会来配合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建立更好的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来为农民争取权益，为农民来协助他们农产品的这个推广以及产销，打开这个通路增加我们农民的收益。在主办单位花坛乡农会用心安排之下，两天的活动内容非常的精彩，分别有茉莉与茶、甲万年花茶评选活动、创意花艺展示、万年花创意料理展示、万年花盆栽 DIY 教学活动，佮有社区的土红木表演，让现场的乡亲度过一个茉莉飘香的礼拜假日。新彰化新闻白明林花坛采访报道。